你现在回头看《甄嬛传》，你有觉得那个是你人生的转捩吗？我是这样的，就是别人老跟我讲说，啊，《甄嬛传》念得好好，我都看了十几遍，对，你的台词倒背如流。对，我觉得他是在，捧你场。对，但从去年真的有那么多人在想，说这个戏播了10年了，是，然后还时不时的就会上热搜，对，因为一个什么，对。我才跟同事说，我说原来《甄嬛传》真的很火哎。